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，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贵于食物，身体贵于衣服。你们看看乌鸦，他们不播种，也不收割，他们没有库房，也没有仓林，天主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比起飞鸟更要尊贵多少呢？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延长一刻呢？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也做不来，为什么要思虑别的事呢？你们看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，他们不劳作也不纺织，何时我告诉你们，连撒罗门在他极荣华的时候所披大地，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。田野中的野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入炉中，天主尚且这样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小信德的人啊，你们不要谋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忧愁挂心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外邦人所寻求的。至于你们，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，你们只要寻求他的国，这些自会加给你们。你们小小的羊群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。上主的国。